如果你想来香港开个户，顺便旅游啊，那你要有个心理准备了。内地人过来开户呢，审核呢会比较严格。如果愿意花1到2天二个网点去试，是有可能成功的，因为大部分呢会要求提供一系列的证明。如果没有那么多时间呢去跑，建议啊提前准备好资料，有备而来。